最佳的婆婆是客家人，媳妇儿来自凤梨你家，婆媳之间怎么对话？天哪，不要我了！你以为我都不知道？我都知道，你不喜欢我。这家的男主人在海南岛做生意，回家时老婆总是准备了客餐伺候。老公，我等你哦。这家的大儿子超会打棒球，可是为什么只会讲西班牙话？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小孩为什么生出来吗？别讲那个，我哭。这家的大女儿念大学住校，让妈妈好担心。哦，你说别人在他电话里已经骂过，还挂电话。说回来就是定的，还玩回来我会一直打电话给他。这个融合了客家和凤梨尼家的家庭，哪位神秘嘉宾将带给他们惊奇和欢笑呢？周五晚上9点，黑珍珠漂洋过海来爱你，就在公视13频道，谁来晚餐？